啊，大家阿曼，啊，大家阿英啊，吼，啊，虽然是有雨水的影响吼，但是我感觉这不是真正的雨啦，是过分雨，过去就没有了吼。啊，来，我讲一个咱现出的一个日刻啦吼。东边，东边，人讲东边日出满天红，西边关山日落风光上迷人。垦丁公园好游览，第一集是咱现出人。加吹一泼下，就是啊，是啊，好，接下来呢，为我们介绍的真叫辣，这个是年轻的这个，他们所表演的是 MV 热舞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对，由我们吴艺林老师所带领的热舞哈、哦，啊，它的曲名叫做 Funky Dance， 好，我们以最热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的演出哈、哦，好，请表演。Thank you.
真的是好精彩又好有活力的一个班级哦，由吴玉林老师所指导的 MV 热舞。来，同学们请慢走，不要下台哦。好，行礼完毕之后不要下台哦。哇，再一次热烈掌声给他们，非常精彩又热情有活力的舞蹈。那这个班级呢，是由我们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吴玉林老师 Mina 老师所指导的。那 Mina 老师在社区大学已经有应该是三个学期了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那因为 Mina 老师现在对因为他自己个人生涯的规划，那 Mina 老师即将要搬到高雄去了，那没有办法继续在我们社区大学任教，那我们觉得真的非常的不舍，也非常的谢谢。哇，来，再次掌声给我们最棒的米娜老师。谢谢米娜老师，谢谢我们 MV 热舞的同学们，超棒。